蔬食好简单。扁豆是低脂肪高蛋白食物，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B 群及矿物质。今天由来自德国的 Water 先生为大家示范。首先，我们介绍今天的食材。扁豆洗净并沥干，洗净所有食材并沥干。红萝卜、马铃薯切块，芹菜梗切小段备用。油热后，将马铃薯炒数分钟。倒入蔬菜汤、月桂叶、姜黄，直到沸腾。放入青菜梗叶，芹菜叶切碎备用。熏豆皮切丁备用。放入扁豆约煮六分钟。视浓稠度加入适量蔬菜汤，起锅后将豆皮、胡椒粉、糖、酱油加入锅中调味。待滚开后放入芹菜叶即可起锅。试吃中，一起来尝尝德国的家常味。今天还有加码德国酸菜做法哦。所有食材务必清洗干净，获取好具。切高丽菜丝，撒上食盐，揉捏5到10分钟，建议可加凯利茴香籽，以增加酸菜风味。将揉捏后的高丽菜放入玻璃瓶内。玻璃封罐。在常温下放几天发酵，然后放在冰箱约2到3周后即可食用。蔬食好简单，请大家一起动手做做看。我们下次见喽。